蓝忘记道具啊，系啦，就系咁样啦。一幅相片由好多动作同埋元素组合而成，光线要充足，要有一对有理解力嘅眼睛，一个相机，最重要嘅梗系菲林。摄影的基本概念或者对一幅相的观感，主要是由一个人将事物翻译和由镜头置入去菲林里面的。没有东西比这个更加重要的，无论是一幅画或者是风景，又或者是一些刚刚在你脑海中构思出来的东西，最重要是将一切拍摄在菲林里面。詹美是一位商业摄影师，为了每一个不同的分配工作，他都会用不同种类的菲林。要选择适当的菲林，最重要的就是清楚不同菲林的潜能和限制。摄影用的菲林通常都是胶的，而菲林上面就加了一层乳状液，而里面含有一种很轻微而敏感的银色水晶体。菲林质地是可以帮助确定形象最后的外貌。有好几种的黑白菲林可以产生一些很清晰特别而又细致的影像。其余的会产生一些有纹的组织形象，一些高度对比的菲林会收录很深的黑色和很光的白色，而其中很少会有甚至会没有阴沉的色彩。彩色菲林能够增强形象的真实性。分析要用哪种菲林不是想象中那么困难，首先要考虑的是菲林的速度。菲林的速度是由 ASA 指示，或者是在菲林盒上面的 ISO number 代表菲林对光的敏感程度。 number 越高，菲林速度越快和越敏感。较慢的菲林是需要多些光线和长些的曝光时间，而形象的产生会更加清楚和轮廓分明，还会没什么粗纹。选择菲林的速度通常都会涉及条纹的轻重和曝光条件的对比。速度快的菲林通常是要来捕捉迅速的动态，只因为它需要少的光线和较短的曝光时间。当菲林速度增加，形象的条纹会相对地增加。如果幅相越大，条纹就会更加明显。彩色菲林都是差不多，快速彩色菲林是比较没那么清晰和条纹较多，而慢速的彩色菲林会产生好的轮廓和颜色更进展得精巧。对一个商业摄影师来讲，了解不同种类的菲林比拍出一个好好的镜头更加重要。我是用几种菲林来到摄影的，我用快速彩色菲林和快速黑白菲林来到捕捉那些天生的条纹效果，因为在相片上面和底片里面只是留下一些好像卵石的组织，在黑房是做不到的。无论在印刷上或者其他东西上面，我想捕捉一切当我摄影的时候，在那张菲林里面就好像艺术里面的印象派，
而在我感觉上，我只可以说一张有条纹的菲林只可以在我摄影里面做得到的。有很多人会觉得条纹会影响形象，而就更加要做的是因为它能够影响到形象的外边，同埋佢可以令光线输送有些少差距。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解释嘅。黑同白对摄影有些少阻滞，因为它在图样上不容易表达，意思即是基本上我们只是在一张平面只表达一些黑白或者灰色的图片，而颜色呢能够令你目然。在一群商业的摄影师里面，詹美在某一种格调是很出名。在最有趣的摄影里面，我会做的是周期性摄影，即是要创造一个过去了的情景，就好像我在第二个角度落去，又或者我手上有一张很旧的相片这样。我拍了很多周期性的相片，而全部都是黑白的。在很多相里面，尤其是那些黑白相，我们都会用一些人工来到加少少色。由审美学上面，一张用四种颜色来拍出一个1850年的时代是绝对错的。在十年前我已经开始周期性摄影，而那阵时不是太多影的。而我之所以这么喜欢影，是因为我可以做很多资料搜集，而資料搜集是可以看很多舊的照片。我去圖書館，我用公司的服裝，我用很多我的經驗，我去回憶我小個時代所做過的一切。我看電影，我喜歡看電影，周期性電影。我可以成晚看電影，又或者夜晚醒的時候看一些黑白片。这些就是资料搜集的乐趣来了，就好像你不断学习这样。对于创作的决定，选择适当的菲林利用作特别的目的是相当之重要，但是确定菲林正确曝光是同样重要。首先要将相机上的光线计量器拨向适当的 ASA number， 当目标在 f-stop 适当地捕捉了，很多摄影师会拍多至少两张，通常在原本的位置其中一边拍。将相片来分类可以补偿菲林的变异，其次至少在其中一个适当的曝光镜头上加上保险作用。分类照片通常会产生三种底片，一张太暗，一张太光，
而一张是最适当的。能够在底片找出适当的目标，就可以帮助摄影师找出最好的底片来冲晒。一张太暗的底片只是有有限的色调，还有在阴影里面存有很少的细节。一张曝光的底片同样有差不多的缺陷，在太猛的光线里面会失去细节。一张正常曝光的底片能够做出一个色调美丽，同埋在阴影和光猛的范围里面都有好的细节的印刷品。有菲林和曝光知识的人能够帮助摄影师将他的观感翻译在形象上。Lisa 在哪里？教剪呢？基本上我用两天来做我的摄影功课。首先呢，通常我需要的就是需要设计师构思一个很特别或者大致差不多的范围。另一个我做的方法就是我会制造只有我才有的形象，但是我不会画出来，因为画出来不会贴切。我会用我的观感开始在海报上面制造出来，若果画不出来，我会保留心目中的形象，或者用纸和笔写低。之后呢，啲人就会将我的观感制造在海报或者在月历那里。我想传达我的灵感是非常之简单的，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形象，而通常有两种因子属于同一个概念，而这两种因子可能是对立的。我所需要就是这种概念，其中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它有些少复杂，因为有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它的形象是怎样的，但是我就要做它出来。我知道我要将它们放在一起，它们的界线是对立的，而且力度是风趣和柔和的。这位舞蹈家脚上边围着一条锁链，其实是有意思的，但是我不理它是什么意思，我只是对眼前所见的事物有兴趣。有很多人看完这幅相，跟着就会给很多意见它，而这些意见都很贴切，这样是很好的。我喜欢拍一些照片是简单和有娱乐性的，有设计方式和有内容，这样欣赏幅相的人就会觉得有趣味，而他们可以融入自己的观感里面。基本上有些形象我认为是叫做直觉形象，直至你拍了这幅相，形象就会令你印象深刻了。